今天登场的海峡两岸台北旅展，台湾农业馆也进驻了，让大家山海玩透透，还有各地名产也可以免费试吃。欢迎来休闲农场玩，大声叫卖，连卡通头套都出炉。为了抢人气，花招百出，果然吸引满满人潮。大家伸长了脖子，就是为了抢便宜。我还要再参考一下，我想比平常优惠很多。其实那是一个很好的休闲的地方，比较绿。打算带全家人去吗？大概对。农会也端出满满菜色，山海农村统统有。目前有推出三个套装游程哈。就我们的统计，山海路这个部分，都可以下最低有下杀到五折的一个优惠产品。不止玩，还能试吃，欢迎试吃。除了台湾各地名产，另一头老是在茶壶里放茶叶当热水，请大家一起品尝台湾好茶。我们的休闲农场，我们不是在于大，而是在于它的精致。它展现出来的有它的生态之美，同时呢，又把我们的这个小朋友的对于休闲农场所画的诗，这个画跟诗就在一起，让它的这个生态啊、文艺还有田园之美这样的这个深厚的底蕴呢，展现出来。有吃有玩，还有农会当领队带大家体验台湾之美。欢迎来玩，耶！民视玩家媒体嘉阳台北报道。